So would you recommend people to come here? Hello，大家好，我是小皇帝。小皇帝今天带大家来到虎豹别墅哦。那虎豹别墅呢，前几个月呢刚刚在装修，那刚刚在3月1号又重新开门了哦。那我们现在要进去看一下，到底值不值得哦 ？Let's go。 这边其实非常特别的一件事哦，是它这边你看有一个观音池哦，那它观音池呢旁边呢有一些乌龟的饲料哦，而且还有一个那个它是一个你自己放钱自己拿饲料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靠人们的诚实来购买这个饲料哦，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啦，Come on。 好，那我们刚刚发现了两位非常漂亮的小姐，你们是香港人对吗？啊，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 Ray，Grace， and I have two beautiful ladies with me, all the way from Canada. Yeah, can I get your name? Renee，Anna。 好，我们这边又找到两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哦，两位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对吗？我是新加坡人。哦，你是新加坡人啊？那你是？马来西亚。好，那你叫什么名呢？ 我叫慧琪，慧琪好，那你呢？慧敏，好，那我们这边又找到一位帅哥哦，那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李白云，白云对吗？好，那白云，你看起来年轻，你今年几岁？15岁，15岁。他刚刚装修过，你们知道吗？哦，他刚刚3月1号才刚刚重开而已，那你不知道他刚刚装修完。 我不知道他刚刚装修完。你知道这个地方刚刚装修好吗？他3月1号刚刚重新再开哦。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今天我是跟我妈妈来，就是来 family meeting 啊，然后我们就来这边逛逛、走走啊这些之类的。First time visiting Haw Par Villa? Yes. Yeah, me too. 觉得小时候会比较恐怖，现在还好。 在香港也有，香港有一个一样的别墅，就是别墅，一样的。香港一样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好，那以后我去香港可以去看一看。哦，倒了。私人的物业。现在是私人的物业。Anyone in particular that you like best? I really like the what is it the white snake, Madame White Snake.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The Madam White Snake, yeah, it's a love story. It's a very popular Chinese love story. How about yourself? I really like the Sun Wukong just because I grew up listening to those stories and watching those shows, and that's the story that I'm most familiar with. So it's really interesting. Yes, that's also a very popular journey to the West. 觉得这边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公仔都蛮奇怪的，对，然后就没有很漂亮，但是很有特色，不什么可怕。对啊，他倒是说的是善有善报啊，是的啊，还有讲说善有善报。这边你有没有觉得你最喜欢哪一样？
不管是故事还是哪一个建筑物呢？十殿阎罗。啊，十殿阎罗，那你呢？我也是觉得十殿阎罗不错，蛮好玩的。那这边你逛了之后，你最喜欢这里的什么东西呢？就还是比较喜欢那边的那个十殿阎罗啊，那边因为里面都是讲一些人死后他们灵魂会受到十种就是惩罚，做好事的话就会被带上金桥，有金童玉女带你去来转世啊，如果做坏事的话就要接受十种惩罚，然后过后你还是会就是会转世啊，不过他会给你六道轮回，就是你可以可能转世为人或者是畜之类的，就这些。好了，我们到了重头戏了，我们到了十殿阎罗 ，Let's go。So how do you find the place? It's really cool. It's like the folktale. Yeah, that I've only heard some of them before, so it's really cool to see. And having the Chinese heritage is really nice to see all the stories that like we grew up hearing as well. So put into sculpture form. So would you recommend people to come here? Yeah, of course, for sure. It's a really good way to see Chinese mythology and other stories that are like passed on through generations. 你会介绍人家来这个地方吗？我比较会啦，因为新加坡有来就是不太多的地方可以去玩了，不过也有像这些就是景色比较好的地方，这里也是其中一个。
我介绍了。好，那谢谢你回答我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一位看起来在这边很久的朋友哦，那你叫什么名字呢？你在这边很久了吗？你喜欢虎豹别墅吗？看起来是一位非常安静的朋友，那我们就不打扰他了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今天在虎豹别墅呢玩得非常开心，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过来这边看哦，入场是免费的哦，我们下一次再见哦，我要关门了，拜拜。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按赞、点阅跟关注哦，你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最后不要忘了转发跟分享给你亲朋好友哦，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我是小皇帝。